那不用，我们没有太迟了。因为今天很开心来到这边，因为我其实最近一直在忙着做专辑。然后如果大家如果有那个注意的话，我都是在周末录歌，所以今天特别就花一点时间，就是出来跟大家见面。因为怎么说，五年了哎，五年。那我姐姐今年我参加，因为我参加《Super Star》的时候，我姐姐就是这个年纪，就是我现在已经是我姐姐当年的年纪了。她老了，但是同时我也长大了，所以我你看到大家也长大了很多，所以非常开心来到这边看到大家现在的样子，因为我已经非常少看到大家，所以。是你为家乡，所以我们就我不晓得你们今天有没有那个什么节目，有，我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玩得开心一点，然后可以，他要开心啊。